来，洪敬尧老师请。佩林，其实你的咬字进步非常多，不过你还要再更提升。好、哦，如果你真的是想坐上卫冕者的话，这个咬字就是说咬得很好，但是也要让它很像讲话。好、哦，就是说还没有唱之前，先把它念一下，就很像在念书一样，形容它哎。好、哦，但是在这首歌高音，我觉得副歌有一点点比较吃紧。在这首歌的高音有一点点没有上去，不然我觉得你今天的分数，老师会我会给你很高。好，好加油。王志平老师请。佩林，今天你是气质小美女，哦，今天呢就是有可惜，就是两次副歌同样的地方，但词不一样，同样的音的地方，你都会音准会有点稍微有点失控。其他整个呢，我觉得你唱歌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中规中矩。啊、哦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更有自信，啊、哦，其实呢，看你在表演的时候，或是说你在访问、在对答的时候呢，其实笑容有一点腼腆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有一点小紧张。我觉得其实你就放开来，如果说你更有自信的话，我觉得会对你的表演啊、哦，对你的唱歌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陈佩琳的《锦鳞沙当》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每天练歌2到3个小时，今天的表现分数来到88、89、90，小数点继续跑，超过了，恭喜得到90.6分。是，90.6分的陈佩琳成为今天挑战徐子云，嗯，子乔等于记上2点哦。不要紧张好不好？不要慌张，下次更会更好。放轻松了哈。没错。三位请休息一下。谢谢。